在生活的态度上，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，我们每天都要吃饭，每天都要在家里面用餐。那我觉得应该是说，如果有一些美丽的餐具啦，或者是一些搭配性的东西带入你的生活里面，你会觉得在色调上就会变得非常的温馨，而且我觉得它可能不需要花很贵的钱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花了一个很贵的钱去买那样的东西，你可能会变成说它只是放在橱柜里面做展示用，那变成说你是没有办法跟你的生活是紧密的。所以我比较喜欢是说这个商品它是可以拿来用，而且是可以碰触得到它，让它觉得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，我觉得是让我的生活是非常的感觉是很好的，很温馨的。